中美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中方重视两军关系，但我们对发展两军关系是有原则的，那就是中方的主权、尊严和核心利益不容侵犯。对于美方的一些表态，中方听其言，更会观其行。美方一些人抱守错误对华认知，执意对华全方位遏制打压，中方绝不会听之任之，理所当然予以坚决反制。关于你提到的海空军事安全问题，其根源在于美方在中国当面海空域长时间、大范围、高强度的抵近侦察滋扰和针对性极强的军事演训等侵权挑衅行动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，并采取有理有利、安全专业的措施予以坚决应对。我们要求美方停止侵权挑衅，对一线兵力严加管束，杜绝意外事件发生。